寒流来袭，还是不能偷懒，早起拉拉筋、暖暖身，准备晨跑是个不错选择。还能跟旅日强投李正昌、拉米狗桃园强打陈俊秀同行，提前感受2015台北马拉松的热血气氛。跑步嘛，轻松啊，对，跑步就是运动的基础啊，然后可以维持一定的体能这样子，感觉比较不容易受伤吧。可以热身，就是赛前的热身，然后也可以放松，那也可以增加体能还有肌力，上面都很有帮助，对啊。迎接20号登场的台北马盛会，两位顶尖球员也分享自己跑步经验，提醒参赛者暖身一定要做确实，剩下的就是保持心情愉悦。因为毕竟运动员跟一般人是不一样，运动员跑的都会比较多，避免受伤啊为主要优先的。这个就平常心看待，然后把自己做好准备，然后热身好，就开心是吧？然后不要压力太大，不要有压力啊。2015台北马拉松倒数4天，30000名跑者蓄势待发，在 Running Expo 博览会积极备战，迎接年度盛会，同时号召更多人加入跑步行列。我来听新闻采访报道。